这就算出来了。但是啊，身上一点现金都没有，怎么混呢？找一个换钱的地方吧。我的这个左前方有两个人在做音乐。咋出来就是个大银行？我操，这很屌的一个女神呢，这么大个儿。哎呀，环境倒是不错呀，但是我怎么走呢？我操 ！Shit！ 我要找个阴凉地方 check 一下这个位置啊。就在他这个位置吧。哎，这什么？这个雕像没有头了呢？这是被盗了吗？我只知道有人盗佛头。哎呦我天！算是到保加利亚了，这个来这一趟没啥问题，主要是回去了现在。因为回去吧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我即使赶不上飞机的话呢，我可以去坐我的这个火车回去啊。费用上也就是稍微差一些，我还可以多走几个国家。但是最难最难的就是什么呢？我的毕业典礼是17号，我要是回不去的话，我毕业典礼就参加不上了。这是十分糟糕的一件事情啊，十分糟糕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在研究，就是是不是说，这个我不在那个黑海住啊，我直接坐晚上的卧铺再回来啊，就是相当于一个折返，然后我在这面住。这样的话，相当于是250块钱，250块钱呢？哎，不是250。270啊，270块钱，然后相当于是我在这儿少住了一天，在这儿少住一天的话呢，60块钱吧，就相当于多交200块钱，然后玩了一下啊。哎呀，这边总体感觉呀，就是从这个 Serdica 这一站来看呢，还不错啊，还是不错的，城市建的也是很好啊。也没有很脏，大家可以看到路面上，你看也很干净啊，马路上也很干净。这个楼呢，不是很新，但是也不是那么旧啊。我感觉跟布达佩斯是不相伯仲，挺好的，挺好。现在来看是挺好啊。行，我先不录了，我现在去收拾一下位子，然后去吃点饭，有个麦当劳我看。